嗨，大家晚安，我是吴界。今天呢，要开始来玩这个大家一起读空气三，出到三了。那之前已经玩过一跟二了，那今天要来玩三。但是比较不一样的是呢，今天我有请来宾，我们要两个人一起读空气。晚安，欢迎赤狐。Hello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赤狐。赤狐以前有玩过这一款吗？没有，完全没有玩过，完全没有。那我稍微简单的跟你说这款游戏要玩什么。OK， 好。等一下我们进去呢，它就是会有一个画面出来，我们就要去判断说，以我们的常识来讲，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我们应该要做出什么样的动作。所以这是 PK 游戏？也不算 PK 游戏，不算吗？可是假设我跟你选的不一样。对，但它最后它会有一个图表出来，类似能力值那样的图表出来啊，讲 PK 游戏也可以啦，因为最后呢，我们就会可以知道说我们哪一个人是比较有常识的人，比较会读空气的人。哦哦，比较，原来是这样，對對對，完蛋了！你找我这个边缘宅来读空气，你这个不对啊，这是霸凌啊，吴界。他说这里是可以自由阅读空气的空间，我们就是好好的来享受这个世界就可以了。画面里面呢会有红色跟蓝色的，应该就是我是红的，你是蓝的吧？我在想，我也不晓得，因为两人的我也是第一次玩了，我们就可以去移动里面的东西。好好好，来试试看。第一题开始了。明天要约会啊，明天要远足。明天要户外演唱会，看到野外就有点怕怕的。因为明天有很多事情，所以我们要赶快把乌云给吸走。这样就算有读到空气了，因为可是我们也只能做这种事，只能做这件事而已啊。哎、欸，这太难了吧？可是我不能当我，你是蓝色的，哎哎哎哎，哦，方向键了哦。哇，糟糕的，完全没有读到空气。这不是读空气了吧？这是考验操作哎、欸啊！跟我想的不一样。不行，快快快尿出来了！哎哎哎哎哎！所以你是大鸟屎啊！还好我很会闪。今天要跟男朋友约会。哎、欸，蓝色是你吗？对。所以应该你要先按是不是？跟男朋友约会啊啊啊！我按到什么？球衣。哎、欸，裙子啊！哦哦，应该可以吧？嗨。可是我觉得我的头弄得不错啊。应该。欸、他还不会、哦、还不会讲答案啊。有，他刚刚有一个噔噔，应该是还不错吧。狗跟猫，这是什么？哦，扫地机器人吗？猫应该跳在上面啊。猫不是要跳在那个扫地机器人上面？嗯，不懂，那我刚刚完全不懂。ダメですね。这什么？要迟到了？要迟到了。我们要在转角相撞，有没有？哎、欸，没有撞到。哎、欸，所以知道他们撞到啊？我知道闪开了，我在闪呢、欸。这是少女漫画的定番，不是吗？哦哦哦！啊，这个还可以啦。转。是吧？哦，热水，我是热水。怎么开啊？左右。就是应该要几度啊？是不是超多四十度比较好泡啊？是吗？哎、欸，太冷了，太冷了，超多四十度左右吧。还有冒烟，
完美。应该。哦，他那什么声音？声音好像不是很满意，太烫了吧？最后亚太的，你怎么没有举手？哦，怎么按了？我以为是要打 call， 他就是打 call 啊，就是。对。啊。嗯。就这样啊。我只能按右，你只能按左。对啊，可是问题是这位置刚好啊。刚好，那我们就按下。要一起按下，是不是？为什么右边的会自己动？这样子我按左其实没什么用。对。可能如果我按错的话，你对好的话就好了。耶、yeah, ，有夹到。哎、欸，哦、oh, ，有协调性。嗯，协调性啊，左边右边什么？左边是 synchro， 就是我们的那叫什么同步率吗？啊，右边呢？右边是 follow， 接球。哼，所以就是我有没有接到你的那个？对对 对, 对, 对、哦。啊，下面写什么？代表我们之间是有信赖关系的。对对 对, 对。哦，所以我们玩的还不错哎。看起来是这样子，意外耶！可以再试一次，可以再试一次。他每次的那个有内容都不一样吗？如果是正常的关卡的话，它总共有100题。哦，那可以再试一下。哎、欸，这个蛮有意思的，这游戏蛮有意思的。两人的话，其实我不太确定它是不是关卡会一样。哎、欸，不一样啊、哦！不一样哎。按哪一个？按哪一个？按上。哎、欸，我按到下了。你直接把花丢了。给你啦，弄红了呀。哦，这个是日本的那个岛米糕。你的太慢举起来了。我想说来一个，一二，结果不行，直接压到手。那还要挤牛奶吗？牛好可爱啊，对吧？嗯，我们来吃中餐吧。牛排。动身的阿排吗？我要挡住，不要让牛看到。他们在吃牛排。就这样吗？应该是这样子吧。好惊讶。这是什么？虫？哦、啊，我要干嘛？我也不晓得。看来我们读不到这一题的空气。哎、欸，天啊，这一题到底要干嘛？我按什么都没用啊。你不能停留在那个放大镜。哈叮咚。看起来是还不错。谁先上车是吗？可能哦。我们要往前一点。哎呀！啊，怎么动啊？为什么不能动啊？哦，类比哦，类比。我以为是，哎呀！哎呦，被骗了！我那边十字键那边错了，都奇怪怎么不能动？他要先有教学啦！哎呀，他都没有教学的。你的魔物猎人玩太多了，哎呀！你打到他，你把人家打下去了。这个明明是你啊！没有，我觉得这不是赌空气，这是考验操作。我不会打排球。嗯。哦哦，我们要换人是不是？哦，原来是这样子玩的。演唱会推球的，把球往另外一个方向推。啊，应该是这样子吧？
是吧？也只能是这样子了吧？应该有读到空气吧？哎哎、欸欸，还没，还有啊、哦！我们只推了一颗球，可以啦。收了两次刀，我不知道。东京加油！对，到东京也要加油，绝对要写信给我。对，哎、欸，你看得懂啊？哎呦，有汉字我就看得懂啊。哦，我要上演那个电影的情节。哦，我怎么也不能做啊？你是不是车子啊？车子是蓝色的。这是什么东西啊、欸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哎、欸，这是什么？你要飞回来，你要飞回来，要飞回来！啊！刚飞不回去。协调性六，哎、欸，我们怎么第二次玩这么烂？太烂了吧！完全不行哎、欸。Follow one or follow one Q。你好，我完全看不懂。没关系啦，没关系啦，反正就是很烂的。要不然再一次啊，上诉一下啊。好啊，两个人玩的关卡其实蛮短的。你自己一个人很长吗？很长啊，100题耶。一次100题。对，一次100题。可是它题目是固定的。哦，可我觉得这也不错，就是每次不一样，然后短短的可以尝试一下。两人玩还蛮有趣的。对 对，蛮好玩的。可是主要是他的关卡有些真的是很闹哎、欸，就是你完全没有搞懂他要干嘛就结束了，然后结果就发现自己弄错了。哦，又是要跟男朋友约会的那一题。哦，这是我要，这个啊，怎么又是这一件？两次一样，怎么同一套？我想说，我选段旗帜啊。第一会议室使用中。嗯，接下来呢，请看这边的资料。那我对他的头比较在意一点。等一下，他这边拉链没有。没办法。哦，又要迟到，我们来看看。遥遥相撞了。撞在一起，哎，哦哦，这次我是男的，别撞，哎，哦，又是鸽子了，只是换我是鸽子。哪来那么多鸟屎？我刚刚被滴到吗？好像有哎、欸，真假的？哦，又来了。前面是不是花太多次了？好像是这样子。我以为是吼吼吼吼。下雨。哦。不要走太快了。有。完美。可是这跟读空气有关吗？没有，我觉得他有些关卡完全没有在读空气，只是想办法玩配合而已。啊！怎么又是这个？这个一不小心就，哎，就这样子了。你先接过来。哦，有，过去。哦，哇，好难哦，这个。可是这真的跟读空气一点关系也没有。对啊，就考验技巧、啊。
我们这次成功两个啊，还不错，掉一个插上去一个。又要来了，吸那个，不太一样，一样，吸尘器，还可以这样吹过来的。我刚才想说故意不要接。啊，我刚其实是按错，我也不知道到底哪一颗是。原来可以用吹的，就是这个，而且又是你前进，换一只夹吧，夹中间的，不够，这样的，不够吧？不够，这样，好，够，有吧？有吧？有啦，一定有啦。这不知道能不能一次夹两只。没夹到到底有没有中啊？是什么仓库方呢？我先吧，你先，对，好，然后呢？噔噔，我们只有第一次玩最好。真的，就第一次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，反而玩的比较好。对啊。可是我觉得第一次是因为有几个题目比较简单吗？对，比较好懂。然后后面有一些不知道在干嘛。第三次玩就蛮多重复了，第二次玩还没有那么多重复。我以为他是把那100题然后分散给两人玩的，结果不是。对，他看来是有些题目可能不太适合两个人去读空气，所以就变成这样子。因为我原本以为他是就是比如他给你一个情境，然后我们要回答说这个情境我们应该要怎么办。但是他是直接让你控制的情况，他很多很像是在考验你的反应。对，就当下你看到这个，你就要马上做出反应这样。对，还有操作，就是比较不算是阅读空气，我觉得。对啊，对啊，而且像是那个什么女朋友换装那个，对，他我觉得如果他是要读空气，就顶多就是让你选。而且女朋友换装不算是读空气吧？应该也有一点那个意思吧，就是应该要穿怎样才可以算是跟男朋友约会。我以为他会是给你个情境句，就比如说啊，现在这边在吵架，然后我们现在应该要怎么办，这样子阅读空气这样子。结果不是啊，不过不会，蛮好玩，坦白讲也蛮好玩的。这个是真的蛮好玩的，虽然是小游戏，但蛮好玩的。对，真的不错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玩到这边啦，很开心今天找到赤狐来一起玩这一款阅读空气三。然后另外赤狐那边他的频道也有介绍很多 Switch 相关的游戏，我也会把他频道的连结放在资讯栏，大家再记得过去看一下哦。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啦，感谢大家收看，那我们下次再见咯，拜拜拜拜。